再走啊，现在怎么样？要换电池吗？要换电池。这是我爸爸的，所以我又想要了。我看看有没有锁，就没有秒针的。哦，知道。那要开一下才可以。好。Yeah.
对，应该是三四年多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啊，不是，拜拜。啊，可以吗？不好意思，谢谢你，感谢。爸爸过世了，所以就是他过世那个意思。谢谢你哦。太久了，因为本来是马路就少一个。嗯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